你就不然你到时候那个速度对不上，对啊，就 BPM 对不上，你就超载了，对啊。我原本没写那么快，你突然变快，调的吗？就是编曲后来要换热感就变快了。哎、欸，那怎么又换机了？没差啦，手机放一放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，他我现在放不出来。好、啊，你把蓝牙关了。等一下你手机，对啊，啊手机穿了，可以，我嘞，可以，我嘞，我嘞，我觉得都是应该从这边的，我没有拍到。好，来一个喽。5, 4, 3, 2, 1会接吗？再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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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。来。我不能打到北。来哟。这个刚刚差点接到，有一点，我接到，有接到，有接到，有没有过？没有啊，不知道有没有过，应该有接到。哦，有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挡到，我手有没有挡到？哦，可以。感觉这 focus 点不在三安克了，这只是三安克只是个投影机。那我觉得三安克你就用拍的、啊，我觉得你就直接直播上，然后直接对他就好了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张力是蛮好的，嗯，只是前面你要怎么接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觉得库巴的张力很有，你前面要怎么接？你前面，前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就前面是帕玛球，对啊，上面帕玛球，我觉得帕玛球的时候就可以，这个点将我们说人的后面。我刚刚是讲说，你那个球键盘，你是球嘛？你可以270的那个直接放前面。270放前面可以。对啊，270，然后直接接字幕三按克。哦，可以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蛮顺的，蛮顺的。对啊，可以。干讲。好，行。我的歌有。哈哈哈！好，来吧。哎，那怎么走？跟刚刚一样吗？270。就大家都下来了。对啊。就等于四个，有哪边不能？等下先看一下，跟你有的歌有，你是做了一个国宝的歌有。你的想法比较多，我已经说了说你的想法了。啊，怎么样？从哪里开始啊？还是你们就打你们的，我就转我的。现在位置没有联系，没差吗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怎么样？位置没差，位置没差了。啊，我就转我的啊，他们打他们的，什么都不用对，这样。我对准。转啊，我就转。强一点吗？你200基础要强一点。就都做自己的事情啊。做自己的事，对啊。可以。是在打麻将吗？边打边做自己的事啊。边打边做。对。还是他们赢了球。